Hello， 大家好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阿胖演说，银白哥。今天我们来到普陀加油的 Retro Hero， 我们在现场看这里的车的银白到底有多孤立。Let's go。那这个演说我就给八分，因为这几天家里治水，它让我想起它像我家里的水喉，随时会出水。这辆车不用讲，十分 Deluxe Bergin Honda Civic Type R， 渣男必配，渣男必配。Exhaust 分真的，这辆我给9.5分，全场最帅的哥，最帅的 Exhaust， 一个 Y， 两个 Y，YYDS。这辆车 Exhaust 给十分，车可以不帅但一定要快，可是这辆又快又帅， Exhaust 我更爱。完蓝呢，今天真的是级别高玩乐哦。不过大家要记住我的话，车可以慢但硬掰一定要帅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 Like Share 还有 Subscribe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